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。请问我们是音乐题吗？你们的题目不是音乐题。好的，好的。在乐山方言中，乐、绿、落等多个字的发音都很相近，请听一段音频，选出下列哪个词没有在这段音频中出现，请听。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。但还好不是这一题，算他玩的。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死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死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死的路不是露营的路，露营的路不是露营的路，路上的方言就是这么路。绿色的绿不是绿色的绿。来，请看题目，请选出下列哪个词没有在这段音频中出现。露水的露不是露水的露。露水是有的吧？有有，应该有。诺言的诺，落实的露。因为这个题比较难，我们再给你听一遍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，来。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不是路死的路。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一样。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上的路不是露营的路，露营的路不是露营的路，露上的路就是这么路。A， 那没有 A 啊？没有 A， 确认吗？啊，确认。啊，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。A， 那没有 A 啊？没有 A， 确认吗？啊，确认。啊，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。请看，这就是露水的露，没有。第一个不就是露水的露？这又是乐山。它不是露水的。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上的路不是路死的路，路上的路不是露营的路，露营的路不是露营的路，路上的方言就是这么路。Let's move tonight。路上的方言就是这么路，就是这么路啊！太路了，没得办法。很遗憾，回答错误，所以你要领走两张事件卡。阿姆西品牌创立。绿色的路不是绿色的路，绿色的路不是绿叶的路，绿色的方言就是这么绿。